认识老母娘天，上帝是否存在？天，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、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：“过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所作所为，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。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与所否者。 天厌知，天厌知，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，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为大啊！只有天最高大。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，天将降大。 忍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，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形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 吾不知其名，想名曰道。心镜经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知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一章。 第二十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，在我们生活经验中。 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，常常会带着希望说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当事情不太顺利时，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：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若是情已经绝望了， 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。最后事情若起四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地说：天理昭昭，老天有眼。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，则并不表示就不存在。如空中有许多点波，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。 虽然看不见电波，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、电视，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，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。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，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。 走合为妙自然？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，万物的创始者，有一位真神太初，有道道与神同在道，就是神。这道太出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世纪一点零一分。t i l d e five, General one colon one. 起初神创造天地。General one colon two. 意识空虚、混沌、渊面、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General one colon three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General one colon four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General one colon five，神称光。 为昼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老母娘，上帝，阿拉，万物之真宰，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，老母娘，明明上帝，老母娘，生天生地生万物。 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，又称无生老母，又称明明上帝。上帝当知道，我们所敬奉的真神，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。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，音虽不同，意思却是一样。 就如《大雅》所说的知未丧失“因之谓上帝”，朱子说，上帝就是天的主宰。《小雅》上说，按形体而论，就叫做是天；按主宰而论，就叫做是地。即是朱子和成子两个讲解。 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，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，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。基督教辟邪归,归正论第五六页，老母娘清净经云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。 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，未有天地先有此道。《道德经》首母章第五十二，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父守其母，莫生不在。皇母训子师戒。 三界为道独尊，我独尊我，尊生克制化老身份。三界十方母为主，养育圣凡一灵根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，自庆佛即是灵，看不见抽象。 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。所谓造化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天主佛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：“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时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” 约翰十七二十一，《道德经》混成章第二十五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即其辽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自知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是，是曰远。 远曰：“反，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狱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大万君之耶和华说：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” 在各处人地奉火的明烧香马垃圾书一一一，老子曰：道大天大地大人地大，《道德经》混成章第二十五。黄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，无极老祖无生老母。 皇母天父，天上的父也；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，上帝真神，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，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。 老母娘慈训，明明灵灵，一变，光上帝赐而珍宝，藏无量慈怀，传一旨清虚大化，救援，皇至尊无上威灵，立至圣心法，布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施方。 共母朝母娘，万灵归根乐欢喜真。真载无为居天堂，老母娘上帝阿拉，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，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，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。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名，且是内在的名。超越现象界的名为天命，内在的名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。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，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。 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，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，也是创造宇宙、生育天地、运行日月、长养万物的大主宰。在人而言，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，如帝尧之大人，禹舜之大小夏禹之大功。 文王之道德，周公之大才，老子之感应，孔子之中恕，释迦之能敬，耶稣之博爱，穆圣之清真，观音之道慈，是指之喜舍，文殊之大智，普贤之大行，弥陀之平直，观圣之刚正。 纯阳之虚明，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，三世诸佛，一切奥义妙理，无量智慧功德，神通妙用，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。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骗法界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。 不造的一切，全是上帝所变现的，所以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。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，范围天地；小而无内，细入无间。凡是日月星辰、江海井泉、白云彩虹、雨露,露霜雪。 一花一木，一草一旦宇宙森罗万象，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。